赛，他的教练就是 Charlene Wang。Charlene 也是我的教练。好，这就是从美国回来的 Colin 博冠如。Colin 的唱处是他的表现是很不错，溜得很优美，也是他溜的时候他的背很正。第一个是他的两圈半的 axel 做得好好。第二个是他最重要的，这次是他的两圈的 flip。礼拜我们台湾有我们国家的大国家的比赛，那个 Jenny 跟 Colin 就跟他们两个都比了，在短曲的时候那个 Jenny 是第一名， Colin 是第二名，但是比赛完的 Colin 就赢了，所以他们 Colin 现在是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女子的第一名。今天 Jenny 留的她的旋转比 Colin 的比 Colin 的快，所以我想今天Jenny 大概会比 Colin 来得好一点，来溜得好一点，对。这个是 Colin 的舞步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他在笑，他的感觉是很开心的。这个他的 layback spin 也是很美，很优美。好，这是代表台湾出赛从美国回来的博冠如 Colin， 他的一个演出。他今天溜得非常好，可能很可能我们会有台湾现在会第一第二名。